下一次, 夜塔, 看海。 下面讲解一下夜塔探海动作要领。 左腿抬起，形成踏海之势。 这个倾斜，要有倾斜度，这个保持这个胯部放松，这个膝盖抬起，高于胸口。这个名字叫做月的看海，然后由武当弟子做一个这个反面的示范。